好热哦，怎么冷气坏了？刚好收到一个新扇子，来扇一下好了。哇，这里是哪里？哇，我怎么穿这个样子？难道我穿越到过去了吗？倪妃，今天是中秋节，这个月饼就让你尝一口吧。啊，姐姐你人也太好了吧，我好喜欢吃月饼啊！中秋节快乐，我就不客气的试试看了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哇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哼，没想到还蛮容易的嘛，倪妃，你就这样子去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我才刚来这边，怎么就遇到这种宫廷斗争？好衰啊！这样一来，皇上就是我的啦！难道是宫斗小说常见的复仇重生的桥段吗？那里怎么有一道光？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塑胶洞？古代出现塑胶袋也太不合理了吧！这里面是很漂亮的衣服，难道是我的复仇时机来了吗？月饼之仇我一定要报！啊，换好衣服了，真是好看的衣服啊，皇上一定会很喜欢的。真是开心！哦，撞到人是不会道歉。倪妃，淑妃姐姐不是把你给毒死了吗？你怎么还活着呢？什么毒死？难道你有参与吗？等一下，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我的吧？难怪我一直找不到。什么？你的衣服？这我在路边捡来的啦！你说我的衣服是路边摊？好，我今天就来教训你。你竟然打我！居然敢打我！这是你逼我的！可恶！皇上，皇上是我的！太爽了呀！皇上，今天是中秋节，能跟您一起度过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中秋佳节搭配美丽佳人，真是再好不过了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说我是美丽佳人吗？哈？哇，美丽佳人。你怎么会这样子晕眩呢？啊，从早上吃了淑妃给我的月饼之后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你不要诬赖我！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还想否认吗？皇上，你给人家吃毒月饼？皇上，您不要听他胡说。Shut up and get out！ 什么？中文就是，汉文就是，滚！哇，这位美丽佳人，就起来吧！哇哇哇哇哇，这个美丽佳人，哇哇，趁现在四下无人，不如我们就来一点开心的事吧！啊，开心的事，皇上，我知道很多呢。啊，还有什么是更开心的事吗？唱歌跳舞，还有玩冰果啊！玩冰果，我来教教你啊！好啊！皇上，我现在要教你这个游戏叫冰果啊，那我们一人一支笔。好啊！然后我们先画16个格子。16个格子啊？这怎么画啊？画个方形。哇，美丽佳人，你的这个笔触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啊！我画的好像没您好呢。废话，我是皇上啊！画的田字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把一些东西放在这个抽奖箱里面啊，里面有这个鼻子、柿子跟月饼。总共有几个啊？才三个啊？啊，才三个啊，目前。我们再多一个好不好？多一个什么？把你这个把柿子给丢进去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哎呀，打结了，打结了啊，丢进去。鼻子。
第一个出出来的是月饼。哇哇，月饼啊！那我们就要把月饼给化掉。是梨子。哇，是梨子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把一个梨子给化掉。哇哦！来来来，好像换您抽了。换我抽啊！哇哇，这怎么软软的？哇，是柿子。哇，柿子啊！哇，灌篮。皇上再抽一个，我再抽一个，抽这么多个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哇，是柿饼啊！这是法式啊！哎呀，皇上，我连了一条线呢。因为像我还没有啊，不是已经赢了吗？哦，已经赢了，耶！哇哦！古风大世界寻爱 RPG 手游，透过游戏可以感受到千年变京城的古风世界，游戏里贯穿的角色扮演、恋爱社交、随从并肩作战、古传说的小神兽坐骑，最特别的是它是由全 3D 场景组成，角色妆容多种，还可以自由恋恋，里面的剧情比我们前面的剧情还要精彩哦，也可以不一定要宫斗，还有温馨的家园剧情，各种古代剧演的或许不是你想要的，但是浮生会清歌可以自己打造想象的剧情哦。浮生会清歌中秋节活动火热进行中，如果想要跟本贵妃一起过中秋的话，赶快下载浮生会清歌，福利拿好拿满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